近日，周润发探班赵雅芝的新戏《八个女人一台戏》，发哥一来，众人都和他亲切合影。赵雅芝高兴地在微博上写道：“顽强来探班，大家都雀跃不已。”久不在镜头露面的周润发笑容依旧爽朗，虽然今年已经63岁，皮肤依然很好。周润发和赵雅芝的合影又激起了网友的一阵回忆风潮，经典不会随时光而褪色，反而更显珍贵。小编专门找出38年前两人的合照，笑容依旧灿烂，这才是真正的荧屏情侣。周润发经常运动装出镜，越活越年轻，在他脸上看不出太多岁月的痕迹。发哥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，自己比较注重生活的质量。发哥和发嫂陈慧莲两人一直很恩爱，去年发嫂58岁生日的时候，周润发请了一大帮朋友给发嫂过生日，还献上了一束鲜花。人活得开心与否，从他的精神状态就可以看出来。赵雅芝和老公黄景生两人结婚33年，一直恩爱。虽然赵雅芝和周润发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走到一起，但是各自也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。